在家那吹波啊。哎，你在创啥？我找物件啦。打电话给司机，搁一点钟出海去机场。正义。啊，你昨不是欠我，今仔日开会会赔付。啊，今摆代志拢做完啊，你搁讲伤紧。啊，到底是我是 boss 还是你是 boss 啊？当然是你啊。啊，那就对啊。紧打电话。啊，搁有，把你的护照啊，搁机票夹在一边。要安怎？机票拍无，搁有当买。啊，不过无护照是要安怎出国啊？不管啦，先订机票再讲。就问啊，会帮我去法国那班够位无？哇，安尼我要一张。妈，我稍等要去机场啊。哦。吴珊珊，较冷静诶！明明早就把护照甲机票载来公司啊，敢讲是伤无闲，紧着去，物件搁伫咧厝诶。好，我去卡西里，好，拜拜。哎！你这么凶凶公公啊，是要走去倒啊？我唔叫袂记咋啦，要转去一撮。你要转去一撮？啊，哪会有啦？迄物件足重要诶，我随转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干啦剩五十分钟哦，啊，你稍等无转来，我袂等你诶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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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前耳朵，哪会安尼就胖见啊？我昨暗坐伫遮，甲天神抬杠的时阵，哎呀，搁伫咧啊！哎，到底是哪去对啊？阿姨，珊珊，珊珊，阿姨哪会走倒转来啦？王知影我这糊涂，情有关头出这么大的错哦，以后要安怎信任我啦？我咧卡真正叫我回来吃家己，吴珊珊这世人哦，真正会让伊看袂起。谁讲啥啦？我哩啊，我唔敢去公司上班啦，我无面见 boss 啊。我即摆一收着啊，伊对我失望，感觉我这个千金小姐也无有通伊啊。我规个死死好啊啦！哎呦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啦？你以后佮有恁爸爸，你以后佮有我啊，你哪会当讲出这样不好的话？珊珊啊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都甲阿姨讲，阿姨才会当替你想办法啦。无可能有办法啦，你先讲看卖啊。我的护照啦，拍无去啊！我明明摕去公司藏，啊，不过都找无找无找无，要安怎？不是一定足讨厌我的。你搁详细想看卖，啊，迄护照无可能安尼无缘无故就碰见啊！我已经想啊，一百届、一千届，啊，不过就真正想无嘛，是安怎我护照无去啊？好啦，好好好，卖着急，阿姨等一下就替你找吼，乖。竟然到今麦还没回来办公室，真正是姗姗来迟呢。
啊，明明知影要去机场，一定要准时，啊，搁安尼拖拖刷刷。喂。啊，蔡副总啊，我是董事长胡英。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阮香香吼特别拜托我替伊向你解释。啥？吴先生啊，家己护照拍无去啊！啊，你是安怎歹家己来跟我解释啊？董事长胡林，啊，请问一下，吴珊珊是毋是伫你边啊？麻烦你请伊接电话。珊珊，林副总要甲你讲电话啊！伊是毋是就生气啊？要骂我？听伊的口气，确实无啥怀疑。那呢，我唔爱跟伊讲话啦，一定把我骂到臭头啊！哎呀，你甲阎罗王讲哦，莫甲我为难啦，即摆上艰苦是我呢。啊，蔡副总啊，温珊珊哦，伊嘛唔是挑故意的啦，啊，伊就是惊你会更加生气，所以才唔敢接你电话啊。伊即摆若是歹接电话哦，我会更加生气啊。大人大正，啊，嘛不是囡仔，啊，做唔对代志，啊，竟然唔敢面对，连承担都无勇气。怪死大人哦，来收尾。董事长夫人，你即摆哦，甲珊珊讲，伊若是阁甲我当作哦是伊的 boss， 伊就即摆哦来甲我解释。珊珊，林副总要甲你讲话。不来啦，你叫伊莫逼我。吴珊珊，接电话啦！Boss， 是我啦。吴珊珊，你给我听好清楚哦，你即马随转来办公室。我蔡英辉的秘书哦，无一定爱十全十美，啊，不过伊做唔对代志哦。就应该要勇敢的面对啊！哎，安怎无声啦？啊，有伫听无啦？你这歹要创啥啦？我唔是超过的啊，搞护照我拍无去啊！你莫找借口啊！我唔管你是唔超工的，啊做唔对代志就是做唔对。你即马哦，随甲我转来，面对现实，无我即马就去找你哦。你莫过来哦，我无想要看到你啦。我要辞职。吴珊珊，你干？我实在做唔干啊！我就是要辞职啦，我不爱去公司上班啦。我不准。你凭什么不准？凭你即马阁是我的秘书，阁是我的人，我即马就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铁面无私。你给我等嘞！哎呀，你挂电话啊！讲咩啊？啊，过来搞我架势啊！伤心啊！竟然一点仔都无动静，我讲一直甲我骂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呀，看你安尼哦，阿姨拢感觉替你唔甘啊。其实我嘛感觉，这个蔡副总真正有淡仔超过啊，啊，唔是偌大个代志，煞甲你嫌甲无一块好个。我拢替你感觉委屈啊。妹妹，阎罗王真正足可恶呢。我一定啊，我火车就是无去啊。你给我叫去公司骂，那又搁会当安怎啊？当作我好欺负啊，白白给伊糟蹋了。哎呀，你敢知影？拄只我讲我要辞职啊，伊搁话唔准，讲啥物我是伊的人啦，哦，要过来搞我架势，我真不爱睬伊嘞，偏偏都不爱去上班啦。敢讲伊会当搞我掠去关哦？这拢爱怪恁爸爸。无代无钱，硬要甲你安排去做伊的秘书，佮讲要甲伊招入来做五家的囝婿，像即款啊，唔知安怎疼惜查某人的查甫人，你若真正嫁予伊，嘛干那伊食苦尔，爸爸哪会遮任性啊？哎呀，你莫佮讲啊啦，我无可能嫁予即款的人啦，大坏蛋，哎呀，我拢唔爱看到伊啊。好啦。
啦好啦好啦，像迄款遐尔傲气的查甫人哦，咱莫睬伊。阿姨哦，替你找一个更加好的对象，哈。欧巴。